飞机你就坐得多啦，廉航你又坐过未啦？今日我会同大家由 Calgary 卡加里出发飞去多伦多 Toronto。Let's go！ 到机场之前，其实我早就喺屋企网上 check in 咗噶啦。Flair 好贴心，起飞前24小时 send 咗个 email 提醒你可以网上 check in。网上 check in 嘅成个过程亦都非常之简单，5分钟都唔使啊！去到网站，选择 check in。之后选择你的 reservation number 预约号码同埋你的姓氏，之后佢就会带你找到你已经买好咗嘅机票。跟住就只有四个步骤：第一，简单确定一下个人资料；第二，几条安全性嘅问题，例如唔可以带易燃物品啊、电池啊等等；第三就系可以拣位，你可以按自己唔同嘅要求选择你心仪嘅位置，而价钱咧亦都系10至40元不等。中意坐机头嘅又得，机尾嘅又得，窗口、路边通通有得拣。如果对于位冇乜特别要求嘅人呢，亦都可以选择唔拣。唔拣就梗系冇额外嘅收费啦。第四，有得拣位就梗系有得拣行李啦。中意轻便旅游嘅又得，中意充足准备有个 hand carry 又得。今次坐嘅飞机一行有6个位，每边有3个。呢种机种叫做波音737 MAX 8。它是一隻雙引擎單通道噴射式飛機，整架飛機可以容納189名乘客。737 MAX 8配備先進技術小翼，以增加有效的翼展，簡單來說就是慳油咯。比起舊款的波音 737NG 足足慳了有 18%。 慳油真是怎樣，就是說機票都會便宜咯。这种飞机的燃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比它旧那种 NG 减少了 14%， 即是说这种机可以说是现在市面上最环保、最锡地球的飞机。今次坐的是紧急出口的位置，你看看几宽敞，还有也很干净站立，怕搭机会不舒服的人早就已经有呕吐袋准备好。 USB 插头也有2个，可以随时充电。廉航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你喜欢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。而食物方面呢，选择也有很多，有零食啦，有套餐啦，朱古力啦，冻饮啦，热饮，乜嘢都有，真的很方便啦。食饱饮醉熄埋灯，手机充电，个人都要充下电，瞓一阵先。总括来讲，我认为今次 Flair 给我的体验非常之好，价钱相宜，选择也有很多。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呢，就是它成日都有 promotion 促销活动啊，讲紧嘅系100多元左右，有得来回机票喎，咁啊梗系特定日子啦。但系咁样嘅价钱，有咁嘅服务，我会话系超值。